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丰厚这个13000多平方的一个厂房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无人机的视角一起来参观一下这个建于佛山高明名为专用汽车厂的273号车间，总建筑面积为13125平方米，结构使用年限25年，建筑耐火级为2级，安全等级为2级，抗震等级为丙类，结构类型为轻钢门式钢架，设计用钢量为670吨，建筑层数1层，建筑高度檐口高度12米，为双跨式钢架结构，跨度26.25米，距柱8.55米，生产周期为40天，安装周期为45天，现已正式完工，准备交付业主使用。